白色衣服的是 Russ， 黑色衣服凤梨头，黑色袜是我们的黄伟强 Wesley。我们是今天的讲评，我是 Tina， 我是李怡轩。很快的 ，Wesley 得了一分。哇！这球出界了，现在由 Russ 发。哇塞！一个 dirty shot， 没有。哇！我们一定要讲一下黄伟强今天的造型。对，他是我们台湾 squash 的主要奖品之一。对，每次都毒舌别人，终于有机会被人家毒舌。看看他的凤梨头，你看看，他的头发多吸睛，而且在场外已经热身热超久了。对。然后我们今天的 Russ 剪了一个被杀的妹妹头，后面妹妹头。对，从后面看真是超 cute， 真的。根本是个小可爱。然后特别讲的是这个场地呢，前面的前场下面的线只有17英寸，就跟 PSA 一样，男子职业赛、国际职业赛用的规格比平常的标准要更低一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打职业的。对 ，17。黄伟强刚刚说了 17， 但是他还是打单。啊，你看，现在5-4 ，Rose 看起来非常的轻松，对，愉悦，开心。妈妈，啊，爱你。妈妈，你看我。现在的配音是可可。哇，刚刚那球非常的直。等一下，挡到镜头了。哇，哦，好球！可可不要再过去在路里，你可以不要走那边吗？两个人球有越拉越深的感觉。我只想要一个 volley 接机失误，太可惜了。哇，这个接发球非常的不及格。Russ 一个 dirty shot， 觉得我们的 Russ 像是走经过，不小心就 nick 了。真的，他今天超多这种球的。哇 ，Wesley 回击一颗。Rose 觉得莫名其妙，看了一下。哎，尝试了一个小球，非常的高。哇，又是非常高。这个看不懂。哇，出界了，一个非常高的高调。现在8-5。我们刚刚 Rose 的发球都没有碰到侧墙，直接就被截掉。这一球非常的漂亮，尝试一个 drop， 再一个 drop， 把敌人的动线往。前后拉开，两个人现在都拉非常远的后墙，好，哇，完全不留情。我们的凤梨头又在演戏了，扑墙了。哎呀，好脏啊！一个小撸的派框攻击法。哇，这个应该是 short， 他没有抓。刚刚 Rose 要了一个 lay， 但是裁判给他 no lay。由黄伟强得分。对啊，你输了，你要看自己要控制好。Rose 来一个非常非常轻巧的切拍。对，小球。现在来到 gamble。现在看起来真的 Rose 的反手拍的部分速度非常快，我们的 Wesley 非常的吃力。现在休息60秒，现在局数1-0，由 Rose 领先，第二局准备要开始了。 Rose 先发，感觉 Rose 完全都不会累，非常的轻松。
啦，其实 Rose 有累了，你看，他站在那边不想动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他懒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哇，一开始就一个失误，还扭屁股，天哪！哇，这根本是挖洞给自己跳了，对啊，还要偷偷撞一下别人，太糟糕了，偷摸屁股。哇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啊 ，Wesley 的尝试的 drop 已经到了 mini lob 的程度了。哎，十七听还是打当的，你看，真的。好，现在又在拉反拍。威斯利的这个反拍直线竟然可以得分，真的是不错。对，前一局的反拍都没有得过分。哇，本来我觉得他跟 Rose 拉反拍应该是非常吃力。对，看看 Rose 又一个 dirty shot。哇，这个是一个直线，非常深的直线，转换又换边。威斯利，快点，快点！他根本就在折返跑了，真的。完了，完了，球只要稍微一到中间，马上就被推进去了。好球，机会来了啊！可惜没有把握到。啊，打了一个裆。这应该是腿软的关系吧？对，可能。哦，非常漂亮的 lob。啊！不可置信的一个失误。干嘛？真的太低了。威斯利现在在问比数，3-7。哇！刚刚威斯利的发球直接到了玻璃的下角 ，Nick。啊！哇！这样也进了，又一个拍框攻击法。刚刚是香蕉球吗？这个球刚刚是小如附身的吧？哇，糟糕了！威斯利赶上了吗？赶上了，继续拉反拍。这个 rally 太不可置信了。我觉得 Wesley 大概死了5次以上，所以我刚刚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哇！我看他的脸色应该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。对，已经 match ball 了。他现在已经看到天堂的路口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哈哈。